你是郭松明啊？对，好饿，老板，你这儿有什么吃的吗？像你这样客家店，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啊，日子。看起来你压力很大。嗯，也许每个人只看到了风光的一面，背后的辛酸，也许只有我和他知道。他？女朋友？不是不是不是。嗯，他是一个每当我想退缩的时候都会在我身边督促我的人。从我刚开始决定做音乐的时候，他就从来没有消失过。他一直提醒着我变成诗。是谁？三年前的我。但我也该走了，你现在不需要我了。但万一我把你忘了怎么办？你不会的，这几年这么多的质疑和低谷，你不都是一个人扛过来的？你已经够强大了，剩下的路你要一个人走。Hello 来，请您喝酒，初心酒，不忘初心。老板，鳗鱼饭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只有炒泡饭，这位客人先来。你是不是那个演员陆白？等一下，你不是来吃饭了吗？我懂，我懂。炒泡饭好了。等一下下，这海鲜饭真的很好吃。有人说，世上最不被理解的。这是粉丝对偶像的喜爱。嗨，这个我每次都点，真的好好吃，试一下。甚至说粉丝大爱，单向而又卑微，那很好吃，毫无意义。好点了没？你怎么又找我退了？你每次插曲我都来的，我绝对没跟别人说过。还是说你摸清了我的全部行程？记者发布会后安排了记者提问。他怎么在这儿？你认识陈记者？记者，娱乐新报的，约了你几次采访没有约成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论演技，我都比不过陈记者。怎么陆八的采访还没约成？对不起，我再去联系他记者。你就去他家蹲，没准也能拍到绯闻。那不是侵犯隐私？别人有什么隐私啊？再拍不到就给我编！你这个铁粉又寄信到公司了，七八年了，一个月也就坚持写，真不容易。当我最低谷的时候，也是他一直陪着我的。这谁名片？陈露。哦，那个记者叫什么？陈露啊。为什么不说？这样的记者不是我想做的。有的喜爱会因贪心而变质，但有的能让你坚持最原本的自己。我是老黑，在这个城市开了一家料理店。等人吗？是啊，等最好的朋友。老师，我今天肚子疼。你看到没？在那谁？顾城啊，他又上课捣乱了吧？下课就你俩这位吵，连迟到的借口都一样，给我出去！他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不提醒我？这不没人陪我呢吗？也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。何西西，你怎么和猪一样？快上课了，别吃了。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，别闹。老师，我今天拉肚子了，进来吧。他凭什么劈我腿？不能这么算了。居然还打你，什么渣男？我非找人打断他的腿，我要你报仇。后来呢？在一起了吗？啊，我和他可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。这样啊？哎呀，你都迟到一小时了。太堵了，这是我请。那还差不多。我要订婚了。这会订吗？是啊，年纪也那么大了，差不多得了，都挑了呗。好，点纸没分大礼。后来呢？在一起了吗？那没离婚还难受吗？啊？分了呀。他欺负你了？哎，不是，就还是觉得一般。挑都三十了还嫁不出去，谁都一般。那也不是，你就挺好啊。我是老黑，在这个城市开了一家料理店。如果说冷战是情侣间的定时炸弹，我们分手吧。随便你。那么分手二字
便能瞬间引爆。可大多时候说分手，都不是出自真心，一个不会走，一个也会挽留。一个人？疯了，这次真的疯了。以前他分手都是会主动来找我的，可是现在都已经两天了，他都没有主动找我，他肯定觉得我会回去的吧。你会记得每次提分手的原因吗？为什么还会有前任的微信？如果你忘不掉，那就分手啊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分手吧，分手吧，分手吧，分手吧。我以前都不轻易说分手的，可是时间一久，总感觉他就没有那么爱我了。你再试探对方的底线，只会消磨彼此的耐心。我走了。你想清楚了就行。我以后再也不任性了。傻瓜，别用分手强迫对方挽留，也别等失去教会自己珍惜。生日快乐，笑笑，许了什么愿？让我哥从我生活中消失。好、啊、那恐怕老天是不会答应哦。杨一和小小与其是兄妹，更像是冤家。杨一，哥，我这有刀皮，帮我看一下呗。你看一下。哎，忙着呢，一边去。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一边去，一边去。哎呀，我死了。你怎么这么开心啊？你看他又欺负我，还总看不起我。胖子，我帮你吃了。敢叫我胖子试试？120斤了，晚上少吃点。不是跟你说了，衣服不能这么洗吗？你怎么了？被甩了？我就知道，我第101次祈祷，快让他消失吧。我要去北京了。北京？工资翻倍，怎么样？厉害吧？那你女朋友呢？早分了。这样啊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又哪认识的妹妹啊？你眼光变差了，腿那么粗。我眼光是挺差，不过他长得比你强。闭嘴是吧？来，请你好好聊聊。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爸不在，我怎样会想要读书，多赚一点？让我哥从我生活中消失。哥，你能不能不去？你不是巴不得吗？是吧？还有一年，好好考，来北京。哥，你知道我那些话不是真心的。废话。所谓兄妹，既是年少的陪伴，也是一生的无法取代。